又在偷藏好吃的。酸了，今天就让他吃顿好的吧。哎呦，不错哦。啊，又换了。我说咋每次都选不对。吃饭了。我今天特意给你做了大鸡腿。哎呦，我不想吃了。我今天晚上喝点这个，喝点米线，鸡腿给你吃吧。不给吧，吃吧。先让你高兴一会儿，一会儿就让你哭。没拿老婆饭呢。那我去拿。这不是就中计了吗？先把媳妇稳住，此地不宜久留。吃完抓紧走。真的好吃。好吃吧？脆脆的。小妹妹，我们吃的这个手抱裙是绵阳家的，他来自于泉州之乡福建。吃起来的话是爽脆可口，鲜嫩入汁儿。一共呢是三个口味啊。香辣的话吃起来的辣度是微微辣，这个泡椒的话吃起来就是中辣，老味道是不辣的。它一袋是500克，一斤装，喜欢吃的姐妹都会单吧。老好吃了。吃饱了吗？饱了。有人。